新继续要关心的是，嘉义县政府在林立发展所举办的国中小校长的专业成长函，推动国中透早读册运动的研习会，是透过着甲托志友的团队分享，和参加校长吸收着经验，以强化着推动课程领导的能力。馆长张华官伫开幕式致辞，话托对学童的影响真大。平常时无看报纸、无看册，普通的常识都无够，普通常识无够，学任何课程拢会有困难。普通常识无够，嘛影响到学生的前途。未少就是学生唔知影如何甲人应对，嘛都真难甲人交谈。因此，话托对囡仔的将来真重要，尤其弱势家庭的囡仔，更需要好好提供话托资源，提升话托的基础能力。阅读课呢，对我们的小孩子的竞争力绝对有帮助哈。所以，这个根基哈，迄、那个基础拍好哈，咱的筋骨就较硬哈。所以，咱即卖囡仔哈。每一个我去好好甲看吼，今麦愈来吼愈活泼吼，愈敢跟人接触，也英文也好吼，各种能力吼都越来越广吼，所以咱今麦家己囡仔吼真正吼，看起来越活泼外向，也多元的发展吼。会长除了推广透早外托运动的亮点学校，德甲高中、国中部分享推动透早外托的经验。大拿甲秀拿国小两间外托职优学校分享透早外托推动过程甲心得以外，也阁邀请台湾师范大学教育行政以及政策发展研究所王如铁教授讲授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政策之下实行辅导的概念，甲校长如何推动实行辅导。谢谢新闻。文中的新闻，嘉义县采访报道。